敬礼。预备，坐。准备着接受挑选。说起期待，我想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乘组三次出舱活动，一次太空授课，可以说啊，每一天都安排得很满。应该说，我们用精细操作、精心实施，换来了精彩答卷。不仅仅是乘组太空会师的全家福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30年踔厉奋发、无数航天人不负时代、不负年华的最好见证。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准备。我想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调整好状态，放平心态，认真总结这次飞行的经验，用最好的状态投入到后续的训练，期待能够再次出征，飞向更深更远的太空。